就是有特价啊。听说那口味很好吃。你有哪一个？看起来塞车。卡车时间。可以啊，你要来一颗。你要川辣牛。我可能要贴在他前面看。啊，不贴在他前面看是要怎么看的？川辣牛。我这个先发东西。你想要拉面哦，这个感觉比较好吃。如果我会买，我就会买这个。韩式泡菜啊，拉面有买过啊，我记得都有买过啊。嗯，忘记了。有吧？我们有买过拉面，但是不是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啊、搞不好冰箱还有这个调味粉。怎么还？